甜的咧。哦，伊就作为难讲，你也想看卖啊？他会讲道理给他听，讲咧，你这个卡真正硬。哦，啊，你啊在当迄个底卡的时阵，会听袂？都听死啊！哦，因为这卡伊就感觉足痛，啊，更何况咧底卡你也当袂袂痛嘛？伊叫他想看看嘛。哦，想看迄种的，人讲用同理心，伊想看迄种的情形嘛。所以迄个人也是有感受的啦。伊讲，我甲你讲做建议，你即摆食素食，我定你的脚，你也要互你的脚较好，还是食素食就会好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他就是以这种心情啊，吼，去面对各种的因缘。所以人讲转换一个心情，所以咱今日讲来加工转念转念，咱等下有过。都有过哦，就是咱的地狱；都无过，就是咱的业识经济啊。搁装另外一个是业识经济啊。我互咱看一个，吼、哦。咱看这有水无？鼻子安尼。哦，它是虫啊。这小米可能咱哪不看过啦。嗯。其实生活有当时啊，咱看到面对一切因缘。咱看到无顺心，咱就感觉足生气；看到无对咱无好，咱嘛感觉足怨恨。但是，咱若换一个角度去想，我换一个角度去看，安尼有水无？嗯嗯。就转换一个念头而已。所以咱一寡前辈家吼，一寡德行，一寡前辈家话，咱讲我们要转念，转念转念嘛，啊念啥咧转？是咱咧转，用什么转？用咱的道理去转嘛，所以拄只互我讲迄个哦，迄个道亲，哦，迄个学员讲的，伊拢用转念的，最正轨就是你的，这就是地狱啊。所以互我来讲吼，地狱对于转世成智嘛，转世成智，你的意识一分别好，到摆你三界贯通人心，迄叫做性嘛。啊，咱若正轨，迄就是地狱嘛。啊，你着清安自在，迄就是你的啊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听道理，为什么一直爱听道理，就是要互咱。应用在面对生活当中，我们跟他结合在心中有道，甲生活结结做伙，啊，甚至我们乐于助人。吼、哦，咱因为咱要甲人结善的，咱时时刻刻甲人，吼、哦，人讲活动的当中，咱以热忱的心、温暖的心去关怀人，去帮助人，吼、哦，乐善好施。吼、哦，咱去温暖人的心，不是讲我有，他也在听我话，伊是。人讲咧，舍得由心捐，下地由咱的心捐出去，咱一份心，是这份心尔。一句话，哦，共捐咱人的心，你若心嘛，去也帮助人。哦，像咱拄只讲迄个三嫂，哇、哦，伊真正吼足热心的啦，伊的热心从以前我认识到他现在，伊咧一心拢无断离，拢感觉遐尼热忱。哦，伊我好啊，太卡电话伊，即摆煞几乎每次啊，带我的电话过来啊，我卡手机要伊，即摆伊唔到诶家里的电话又响，嗯，大家拢要催，为虾米？爸有困苦，爸有困难，哦，心内有啥物话多找他，因为他会给人家温暖，哦，乐于助人啊，所以呢，咱人哦要甲人结善，就是即只赤诚的心。所以其实啊，人与人之间就是那一颗温暖的心。那阿公三嫂，伊刚是过了他顺利，啊过了做不如的，他有不同去帮助阿妈，不是？他也曾经经过一段坎坷，哦嘛，经过遇到迄个坎坷啦，哦，然后大考验，但是伊行过来，伊的热忱的心拢无变，完全无变。所以呢，伊就是讲会当从的。哦，融合在咱的生活当中，所以在生活当中展现出来啊，甚至在修道过程当中，虽然我无太好个，但是我过了足快乐啊，因为快乐伊个对，伫咱的心，物在心灵啊，好个无好个伫咱的心嘛、啊，那我知足常乐嘛、啊，哦，所以为什么快乐？快乐是好个，可以快乐哦。所以咱看多只话看，光鲜亮丽的外表。伊讲袂出来话，讲袂出来，伊会无奈嘞。伊嘛无快乐的时阵嘞。哎、欸，遮囡仔有补水无？嗯。
规身躯乌色色，啊，笑得很灿烂。你想想，世界上最快乐的人，不是有钱人，而是少了贪嗔痴。所以他心中有无贪嗔痴？哎，那有遐烦恼痛苦？无啊。所以快乐不是有钱人的专利，快乐是诸子地球的人的专利。咱无遐贪嗔痴，咱就快乐。所以苦苦叠堆，咱的心灵当中，我要做一个比喻啦。有一个人，哦，因当哦，有一个家传的，家传的迄种的一百瓶画对，名画。哦，咱也知影懂得画的人，拢会收藏这名画嘛。啊，这名画有哪些价值不六百万嘛？啊，因当是大人投予伊，哦，伊就讲哦，这是名画哦，哦，你要保存好。所以伊就是啊保存下，因为它是变化吼，它价值真侪嘛。啊，但是拢藏下藏下，哦，为就是要欣赏的嘛。哎，我藏下，安尼好，你就价值嘛。啊，但是啊，如果退出来，用淘汰伊，伊会感觉讲对不起，伊到时大人嘛。啊，所以有一天伊就想着讲，啊，无摕来用鉴定。哦，我摕这个电话摕去，吼，这个专家来鉴定。这么专家鉴定了的时候，讲嘞，甲伊讲讲，这不是变化。这不是正品哦，伊这是仿的哦。啊，即卖伊这讲，啊，这价值无偌济哦。啊，即卖就甲迄个人讲啦，讲，啊，你讲出失望，吼、哦，问讲话有失望，伊个是讲个，啊，一般的人去鉴定是讲会看出侪百万哦，出侪钱无啊，吼，啊，但是伊也讲这无价值哦。啊，伊个人问讲，啊，你讲有失望？伊讲袂啊，安尼我会当放心啊，挂在我的大厅，可以放心放在。挂在这个厅上嘛，吼，听哩，我会当领袖嘛。哎，他是失去吗？不是失去哦，伊是得到。所以得与失之间，你甲失之间，伊咱的心嘛。所以什么叫做得？什么叫做失？伊是咱人，我想要得，想无爱失，但是咱卖去想咱失去偌济，咱爱想讲咱拥有偌济，我们拥有多少？咱爱珠子，咱爱钢筋啊，吼，咱爱。感恩咱已经拥有的啊，所以咱要想讲要甲人争遐物件，所以真正快乐伫咱的心灵上。所以咱一个天，咱因为咱为虾米会当过啊遮快乐、遮轻啊自在，甲平凡人无共款。哦，平平咧过日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放在过生活，我当咧过生活，我们懂得乐活的生活，咱知影人生的意义甲价值。所以伊知影讲这种的因缘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会当看出伊的意义甲价值。啊，讲到这个，我阁做一个比喻啦，做一个讲修道家庭的一种乐趣啦。因为我咧讲迄个三嫂嘛，吼，伊遐孙仔拢有三亲口嘛，啊，拢会甲讲你爱学做人才，哦，你爱学做人才，因为有迄亲口嘛，拢爱填迄种迄落志愿单嘛，吼，爱做。做人才啊，爱做钢丝在无位数，啊，搁爱创啊，吼，拢爱教育这种观念嘛。啊，有亲口就知影，知影是讲，阿伯恁爱做人才哦，爱学嘞侪咯，啊，恁爱学钢丝哦，哦，讲着钢丝啊，吼，啊，着甲讲，啊，即摆搁来即个，我讲着搁只讲迄个，读一年级迄个小虎咯，小虎，以后你长大嘛爱做钢丝，你讲嘞，阿妈，我爱做钢丝，我哥哥去做钢丝就好啦，我来煮菜啊。我打幼稚园哦，伊幼稚园的时阵哦，伊做好巴肚的哦，哎啦，阿妈巴肚的哦，我要食炒饭，啊，就叫阿妈炒饭我食，啊，无啦，讲阿妈你卖炒来，我来炒，所以伊对迄种有兴趣啊，所以伊阿妈咧问讲，你后摆敢要做工，所以讲，卖啦，哥哥去功德你，啊，我来煮料理。所以哦，咱若看这种的乐趣，哦，修道家庭就是这种物件，我人生过程当中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乐活的生活啦。搁再来，咱一平凡当中，咱的生命是当一工过嘛。哦，所以在平凡当中，咱的生命会当照见无平凡，因为咱在参悟板凳，咱就得了，咱在修道，咱在板凳嘛。所以这板凳的因缘，哦，会当救度兄弟姊妹，殊无名利的兄弟姊妹会当名利，会当解脱啦。所以这项工作啥物做，是咱平凡人。所以板德，咱也了解，咱今日有啥物会当入来有堂听道理，嘛是透过板德的因缘，因师甲咱带入来啊。哇，无板德的因缘，因师无甲咱带来，咱今日敢会当坐遮？嘛袂当啊。所以今日
然咱了解了哦，这项工作煞要做，是咱大家爱共同承担。所以虽然咱是一个平凡人，但是咱嘛会当做出无平凡的代志。所谓无平凡哦，吼、哦，不是世俗事哦，是天的事哦，吼、哦，超发生死的事哦，人讲咧生死大事哦，这就是天机。所以咱老师捌讲吼，人绝人绝，人绝哪有天绝贵？哦，人绝何比天绝较贵？哦，高贵的贵，富贵的那个贵啦吼、哦。所以你互你做官做足官，比袂过哦天绝。所以咱老师捌伫讲话开放讲咧，老板两个字比不上。刚土耳嘛吼，老板两个字比不上土耳这两个字呢，所以你看这种道的宝贵，那会当做老师的道理，咱真的，人讲哎，咱爱做感恩的啊，真正我们真的要很感恩啊。所以老板是伊会当大富大贵，但是咱土耳做老师的土耳，那会当参与修办道，做天的工作，做无平凡的工作。然后呢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殊胜哎，所以这行行业是要上的，是咱那一则，所以咱来参与办道哦，什么叫做办道？办道哦，老师讲讲，倒位有卖卖众生，倒位就是道场，倒位有卖卖众生，就是倒位就是道场哦。啊，迄、那个书卖卖众生会当。啊！由眉转目，达到到了发生死，究竟解脱，迄叫做道夫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有一个无名利，会当名利，咱是透过开班、设班、宣传班、开会班，啊，这嘛是办道，我咱今日嘛是咧办道啊。现在也是在办道啊，我们坐在这里也是在做不平凡的事啊，因为咱也当舍出我们。礼拜时啊，休困的时阵，下次这个时间来坐伫遮来参悟修观道嘞，咱来献供，咱来做超值嘞。这是不平凡的事呢。咱把人拢变亲和，咱今来坐伫遮哦，后尾爱困时，爱来坐伫遮。啊，好啊嘞，下再伊讲一场，下半过来讲一场，伊是互我坐伫车顶，我来时阵两个要困去啊。啊，为什么这？为什么要参与这种事情呢？非常殊胜嘞！啊，一般的世俗人讲，啊，食家己的饭，咱烦恼别人嘞，食家己的饭，做一种工作就对啦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不同平凡的事啊？因为咱当晚下次这个体力、这个精神啊，下次这个时间啊，愿意要来搞这项工作啊。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参与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那会当下注咱的时间嘛？哦，那嘛是甲平凡人同款，会当属龙工商嘛？有时间咱来参与办的，然后圣环兼备啊，难行能行，咱能行行，会当精进不懈啊！啊，因为咱在修办的过程当中，咱要办嘛，要办你都要学一寡道义嘛，随修讲办嘛，这物件每一个人组织无同款，但是咱来精进不懈，咱。遇到搁啊困难环境，咱嘛是爱袂使害怕。咱学就是这种精神，用这个精神，别人一届会晓，咱学十届，咱嘛是同款会晓。哦，啊，甚至遇到环境来的时阵，哦，伫咧办的过程当中，嘛是有甲咱阻碍着，哦，是讲环境啊，经过去年十二月，哦，有一天，哦，非常的寒，哦，啊，气象来报，报讲吼。对一个所在山顶，我应该这个这寒的湿度，还是这寒的伊个冷度啊，吼，应该会落雪啊，吼，出侪人就拢拼去吼，无闲装去咧看雪，做雪了，对啊，你足雪嘛。啊，迄天拜六的时阵，我咱遐有一个讲师班，啊，咱看到遐吼，有一个同学会当互我做一去，吼，啊。这种的情形就是讲，你讲出汗，啊，学校就带予咱迄个道心嘛。今天好冷哎，爱德老回讲，你不想去吗？哦，不是啦，你那么辛苦，爱德讲，伊住的南部嘛，啊，徛到学校遐，徛嘛，遐就爱看天星嘛。嗯。是啊，我讲只有够。
暗时啊，骑骑机车来到咱家黄海厝，啊，咱哥做伙骑赛车来磨豆，吼，心里有疼。嗯。伊搁赛黄海车，爱载黄海，啊来磨豆有疼。嗯。爱甲黄海讲安奈，我讲这寒你不爱听，要我要，那老人讲嘞，献出为法忘躯的精神啊，为法忘躯来，讲搁啊寒我嘛要去啦。我讲哦，真的很感动，甲你按一百个赞啦。哦，所以咱来看，这寒嘞，这寒伊搁无畏缩嘞，啊，你讲寒啊婆婆，啊，这寒你要出去无？啊，我问阿奶，讲袂啊，啊，过穿到遐尼，你都要骑机车来，咱搁无去。哦，所以咱来看哦，这种的精神，咱是能行哦，精进不懈怠。咱咧学就是用一种精神，我们去突破它。啊，昨咱咧高速班都有一个道心，伊咧分享，早着伊，着伊先当嘛，讲速班。伊就咧讲啊，本来吼、哦，我真正足想要甲领人请假咧。我最近代志有够多咧，啊，病院的代志也有够多咧。吼、哦，啊，佫爱顾两个囝，啊，爸爸佫咧破病，佫咧艰苦，佫爱安顿，啊，装来装去，佫等于娘家的爸爸佫也顾，啊，佫病院的代志，啊，佫两个爱佫照顾囝仔。吼、哦，啊，佫要准备资料，哦，真的很累啊。嗯。啊，伊时阵来讲，我足想要一支电话，足想要去啊，讲咩啊，讲。跟美当请假，各位啊，他在台上分享说：“我跟自己讲，我要突破这个障碍，我要精进不懈怠。你这是一颗两万只就基本期，最嘛是刚嘛是改突破去个行去，早嘛是个完全健康过。最难行的时阵，他能行。如果咱若像拄着这种情形，咱会讲：哎呀，请假好啊，弄会安呢？”我像我遐咧弄咧乌水沟啊嘛，我爱头前乌厝，吼厝遐咧乌水沟啊，啊，我的车袂当出来，我着手上抱迄个亲戚讲咧，昨日阁有迄个工，我讲啊，阮家咧乌水沟啊，车袂当出来，要安怎？啊，有可能袂当去哦。讲哈，吼，啊讲啊无，我甲迄个师傅讲吼，我会看会当铺地板咧，啊到昨下晡，互伊控了，啊阁互迄个铁片落去，啊我阁去上互伊讲。啊，已经可以出去了啦！太棒了，哦，所以咱来看，哦，所以咱这学着迄个精进不懈怠的精神，就是这种精神。所以咱咧学的过程当中，就是点的精神。老师不会爱咱工作哦，对，只是咱去办着迄种的精神不懈怠，用一点的精神，难忍能忍突破障碍，难忍能忍嘛，每一个人有考验嘛，大家拢有。包括吼哈，有瓶颈，吼、哦，想要讲道理啦，吼，今日讲啦，一个咱任何遐一个亲戚吼，道理讲到这啦尔，真正在要讲啥？有瓶颈啊，是有啊，啊你要放弃吗？不是要，哦，啊，搁做在过程的因缘当中，考验的因缘，有家庭上的因缘，有经济上的因缘，有身体上健康的因缘。是都有这种困难度啊，每一个人拢爱接受。啊，拄到的时阵要安怎？咱来看一张我的精神。这张魔鬼敢是人真的？敢是人雕工？你也真咧拼？敢有人遐看头嘛？要真咧涂，较无大啊。嗯。可能是经济观落去遐。哦，这说明你足够，突破障碍啊。嗯。哦，志坚的已经在那边的，伊会来这五好阿妹。伊就发音、生叶、开花、结果，所以这些咯，你别总是抱怨环境了，只要你是那根料，总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。嗯，赶快来得力啊！咱要行出无平凡，咱要做无平凡的天书。有考验来时阵，咱唔通输这层过啦。无过是一丛植物嘞，啊，咱人嘞，哦，咱自信是万能的，人心万好嘞，哦，所以咱可以突破啊，可以突破，难忍能忍，难办能办啊，难帮恁帮啊，真正有当时啊，真正办啊，我办了，真正过程当中无好办，再苦再累再麻烦，不退缩啊，真正。人讲从无到有。最精彩，但你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当中，吃了多苦，吃多累，多麻烦，难道不知道？
即卖咧咧开放个医院当中开放嘛吼，哦，即卖天道大开普渡嘛，开放，开放所经过诶迄种诶历程，人讲诶真正足辛苦，尤其去一个人讲诶是迄种哦，共产国家，哦，共产国家真正吼，要去做拢偷做诶，拢偷做诶啊，啊，材料嘛是啊，我拄着拢有转头。去的时候，阮导游啊嘛是捌拄着吼，拢爱通报讲哦，讲安尼啊，啊有迄个收音吼，伊啊咧看咧看，你拢爱较注意哦。拢安尼，拢嘛会惊啊。啊，即届咧，咱咧开放，咱去迄个越南咧开放嘛，啊，咱旁边老师传几个啊，迄个做生意，啊又是共产国家嘛，啊有一届有阮的群主咧开放越南开放的群主来，诶传张相片啦。迄个相片就是王经理几个迄落前线，吼，伫咧咖啡厅咧饮咖啡啦。啊，互我着，迄间互我无去嘛，啊，伊着传出来，啊，互我着，哦，不错哦，小半道可以帮你偷闲哦，喝咖啡哦，很享受嘛。吼，我着安尼啊，起来讲，你敢知我有紧张？我足紧张嘞，我咧闪光安尼嘞。伊讲哦，人讲光安来，我今日光安看我来紧来咪迄落咖啡厅内底。我是大家出紧张的，你讲我小搞出犯的，所以你种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。有参悟过，咱才知影。真正像过去咧修板道，我嘛是自细汉就修道嘛，啊，伊时阵拢是黄黄叶叶的。真正啊，你迄阵我十几岁啊，啊，咱咧有经历会故障嘛，吼，就迄帮助嘛，叫阮吼，迄经册。有关的道中的册，道中小火，伊讲互我学有够多。迄阵互我呾比较懂得道中的事情的时候，讲，哦，遐个册拢紧紧出来烧啊！伊讲有人要来，你啊，警察来查。迄阵还袂好话话，还想要做菜，还烦恼的代志，搁想要做菜，人讲我足辛苦的。啊，我就讲想讲，啊，这毋是歹的代志，为虾米做干的？啊，甚至过去每一班都有遮尔轻松，哦，困落八下来一班。他早是三四点在厝，拢无人看人面的时阵，互警察毋知的时阵，啊有一届要伫王经理伊遐，吼，迄落大家伫遐要开班，吼，各拢排好啦。因为因兜进前几工要开班，进前几工练长操，啊警察要来遮，讲要来查，要来吼，要做一个检查就对了。迄个三嫂阿哥遐前线讲，一个只广告进来刷刷去，白个迄落，白个学堂，卖多只规班，惊后变成孽。所以咱较早咧做，真正我无毕业的，可是咱较早咧班，歹班嘛是班啊。所以咱若看为虾米咱的道场、信义道场有一片天，为什么有这一片天？就是过去遐前辈遮辛辛苦苦，当班的。当班两班迄个因缘当中所做出来，即摆咱共款，咱已经学好话，咱即摆嘛是当班，啊要安怎嘛是爱班啦，人多嘛是爱多啊，所以呢，人讲呢，我感觉咱嘛是未退缩啊，哦，咱班也是要办啊，其实很多啦，然后只有立起见才有的印象，有参悟过才知影迄种主意，那么为什么？哦，咱对这种难得能做，难得一旦者，因为我们是任重道远，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的。因为这种物件是非常殊胜、有意义的代志啊，所以咱会去做。所以咱也看不得平凡人，哦，人讲终日浅浅，然后将近然后恬恬不屑啊，哦，然后心中如一。所以足侪人虽然无超能力，因为是平凡人嘛。我结束了，你靠在我之后，但是只有一颗愿心，信心啦，责任与使命。我唱了一经文当中，人个默默的做，奇迹书中如一，哦，为着咧坚定，无放弃。真侪咱的前辈者、老辈者、老前辈者，拢是安尼一路安尼行来，拢无退转嘛。因为虽然讲伊是一个平凡，伊是咧做无平凡的代志，所以未来一对唱一对。唱于平凡当中，回到寓于平凡之中吼。啊，我左嘴笨塞的，很口吐金的。我嘴水无好啊，我口才无好啊，然后嘴水啊，我嘴水咱知影吼，就是讲我着含慢讲话啊。但是我嘛会当
靠乎金莲啊。所以靠乎金莲就是讲，会当助人，吼，会当成全人，成全就是讲，哦，比如讲一句话，会当去温暖人的心。一句话，会人对，哦，人喺盛宴当中帮他拉拉一把，吼，拉他一把，迄叫做口吐金莲，就是讲鼓励鼓励人的话，哦，啊，助人的话，吼，人一句好话，甚至助人来求道。哦，咱求得人讲啊，我了讲道理，我靠财歹。哎，其实，哦，靠财歹嘛是，往往嘛是会当度人，会当度人来求得。哦，我做比如啊，咱了有一个，咱有一个德清，哦啊，越南人，嘛啊嘛啊，哦，其实因兜人，咱我啊有去因兜，哦，咱遐个去台湾有去越南因兜，哦，我有去度因兜的，啊，伊求得，啊来台湾做工会。啊，来开会上班吼，伊公司做侪越南人，伊有做到了，伊感觉做足好哦。所以，伊虽然袂晓讲足侪道理，但是伊嘛无足侪越南人。甚至呢，伊公司有引进迄种泰国人，咱敢知影？泰国人听无外语，越南人听无泰语，啊，为虾米越南人有法度服泰国人？口吐金莲啊！我啊，伊之前伊有年啦，伊公司吼引进三四个泰国人嘛。啊，伊只要是诚心，伊感觉多做好，哦，服务员就多嘛，啊，就感动。哎，不要讲泰语边啊，会简单的中文的啦，然后讲啊，你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很好。啊，所以就他过来一个啊，哎，也是成功度了啊，所以。左嘴笨腮的那口吐金莲嘞，伊嘛是咧救多人啊，哦，互人来救多啊，哦，所以泰国人救来救多了，佮经过唔知一两个月，泰国人佮度因泰国人来救多，所以通过这个因缘，哎，伊虽然讲是一个平凡人，一个移工来台湾上班哦，伊咧赚钱哦，但是伊嘛会当做这个伟大的事业哦。哦，伊无做好懂得力哦，可是他也可以做得到。其实咱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咱拢有一滴水，咱随时拢会当口吐金莲，唔免讲大道理。有缘咱就会当讲，帮我做一个比喻啦。帮我进前我老公去手机哥伊契约嘛，啊，伫咧办的时阵，咱咧办契约做啊底子嘛，爱摕迄个身份证起来嘛，我心情起来，啊，迄个未来迄个小姐。这是你吗？你看我好爱你厝嘛吼，我这个会当摕了，迄落创业者会当摕创业保证金啊，迄落创业金啊吼，啊你规个拢知啦，啊迄落讲，啊若看袂出来啦，啊你哪少年啦吼，我讲有你有少年，你哪出世啦？啊你想要保养的，我话来讲，借这机会来讲，你要知影想要少年嘛？第一运动，第二食素食。哎，第吃素就是口吐金莲的哦，哦是叫伊吼，下当你啊，你少年的谈话方法就是讲食素食，哎，当然伊听啦，食素食咯，啊，不过足贵嘞，我免去改做的，袂偌贵啦。好，当然咱是借这个机会，好借机啊，好借机，咱会当哦，会当去讲哦，遐好的物件嘛，改变一个想法，哦，或许是一个机会，也许我要较少年，我两边也改变饮食习惯。啊，这嘛是一个机会啊，啊机会啊，所以咱没讲偌大的道理，学员助人都可以口吐金莲。我道理无办足侪，但是咱拢会晓讲话，一句好话，果然鼓励人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做得到。偏位行火更能立身行道，所谓偏位行火的，你讲啊，伊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因为无关正对啦，有偏错。当然，这卖伊讲是，唔是讲足财钱的，唔是讲能力足大的。吼、哦，伊一般咱就是讲贩夫走卒啦。哦，我唔是足老的啦。哎，买当立身行道，甚至我唔是一个好囝，歹囝乱乱的嘛。但是我买当立身行道，像我头下就讲哦，一个大流氓可以变成慈眉善的。哎，这就是啊，一心会偏颇啊。哦，一心因为不好啊。竟是保护费啊，费费算出来，伊讲的，伊讲过明白道理啊，是非不分啊，所以竟然是保护费。
但是你丢得多了，那也可以立身行道啊。他做一个转性啊，所以他来看，哎，我们的自信平等啊，即使他没去发现，他没去发觉，哦，所以你，哎，父母亲，父母亲给我关心内功，父母亲给你讲一句话：张巡包拯何人不是啊？在世忠义死后留名啊。哦，咱来读这个，这部经，咱就知影。张巡包拯，伊真的是中医啊，啊，中医咱自信本体当中嘛是有少的。所以，咱买当这张巡包拯，只要我们自信当中的中医来流露出来，那么是张巡包拯。所以，咱拢定讲顺是啥物人，我是啥物人。哦，会当做，咱若属于安尼，嘛是会当做信，因为顺是一个信。爱信是安怎做的？嘛是在世的时阵修，吼、哦，伊有迄个德行做修行的，所成就的。但是咱是个平凡人。有为者亦若是哦，那买当这姓名哦，那买当啊。虽然我心间不喜欢你的，只怕欢迎心不改啊。哦，所以心生是咱欢迎者哦。重点是讲咱无到迄个坚定心啊。咱干嘛要做救星啊？要做凡夫啊？所以咱若想要做心生，哎，只要咱有迄个心，那买当这变化人，买当做心生嘛，吼、哦，让我们定心观。咱会当请的，啊，咱会晓请的，大家做伙请。